因为第一把打 G2 蛮可惜的嘛，所以在下一轮比赛里面，我们应该会做更多的特别的战术去打他们吧，所以也要 G2 小心了。Almost up, and he has a perfect flank position. There it goes. Goes in. There comes your damage. So much can be poured down on the G2 line. The perfect engage. They knock him down.我觉得我们需要就是打一些特别套路吧，然后就打得措手不及。Now falls in mid. Dash arrow comes out. Mission's able to sidestep that. Koala helps out Mission. 下一轮我打得好的话，确实是有机会出现的。The very first game. What?可是那也是咬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不会先亮一个，就是我不能打野。但是在淘汰赛里面的这种 BP 的阶段，一定是就是两边的教练一定会有猜跟博弈的这个成分、啊。那是。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老三。老三都快变魔三了，这什么身材啊？要换以前的美口。苏宁战队加油！哎，哎呦，生气了，要来了，有印记身上。哇，打出正负责。伤害还是不太够，其实压力很大、啊。直接蓝已经快见底了，血量也下到一半，阿兵领先非常多。然后如果说在顶尖的这两个英雄的对决里面，阿兵的这个巨破之舞，他的 W 技能用的好，哇、哦，杀杀杀杀杀杀，漂亮！越打越去走啊，上就硬刚，对，比一双人应该是刚好。五、嗯，哎呦，哦、漂亮，这太流畅了。对，必须，我还是要夸奖 Angel 在这次中。哎，先看一下下路勾刀，手持这边旁边就是墙，问题不大，可以开门。这里奇幻旅程交掉就可以了。先靠吗？我觉得这波阿兵不用靠。阿兵先吃果子。中后部分家里要被交了大招，交了个闪现躲过推，这个又扫了眼睛上来。那看一下阿兵有没有意识到啊？阿兵做的防范眼是做现眼哦。哎，这个位置，狗熊上来了，狗熊要交闪吗？这波还在穿小兵，哇，操作起来了、哎、！Q 技能还好，再等一下，跑了，跑了，跑了呀！坏了，坏了，有点操作不了了，感觉操作不了。没有大，没有大，主要这波、就是他这局就是想打职业。哎，闯入了部分，哇，遇到了，而且被从隧道里面勾下来，还好能够再下去，很神奇吧？我也不懂为什么。哎，小弯刀，勾到了，反正大招给了。这波、哎、但这波有点小失误，大招和比一双刃的被动性一起用了。哎呦，这波 PK 也操作了。开团能力可能还是会影响力稍大一点，尽可能要等一点装备。这时候收粉在草丛里面等到了靠过来 Jamie 来，但是只 A 到一下平 A， 而下面又被勾中了，神有点难受。加里奥给一个大招，没有能够保住，加里奥把泰坦给抬了起来，近在下面用一个滑踩把泰坦给定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办法做一个后续的进攻。熊冲了上来，大家收粉一下，收粉用个大招往后拉，伤害还不错。这时候开启了狙击，环头能够狙击到人头吗？最后一枪考拉挡住了呀，这明显是会帮忙挡。对对，感觉上路是一个完全的限优。找到一个机会，勾空了，勾空了，不错。苏宁这里暂时不必担心被开到，请他来个推球也空了，反身能开吗？巴德一个大招不出闪现，这波巴德大已经是立功了，可以拉开了，请他拉闪现，已经赚多了。但小粉有点贪，还想要这个河蟹的话，没有抢到，没有抢到，生气了，给你来两枪。没有 buff， 蓝城挂上黄追，夏里奥这边应该没有办法跟。重点是什么？是你有直接。拆对方中路外塔的一个，哎，这拉这波好像位置有点深入啊，南墙在边上跑不掉了，感觉一个钩子勾墙，没用没用，缓风，完美谢幕。三分能杀一次 Mission 的话就特别好，因为 Mission 现在是没有闪现的，没有闪现，再找机会，大招直接给，
倒到应该是没有操作，没有操作空间啊。米一双呢也不着急啦，想办法穿布甲鞋嘛。但点神一只靴有想法呀，踢个眼神小兵，一拉空了，龙人没打到，没消费了，那就没有办法了。这就是杰斯打到后面现在比较尬的一个局面。哎呦，杰偷走了，米神偷东西，漂亮，接金柱。闪现过来想给一个嘲讽，伤害直接给到 Mitchell， 直接被 Andrew 给带走。但是这个位置感觉 Andrew 也不好走，用一个大招想跑，这么来直接拿下这个人头。但看一下苏宁后续能不能追，开了一个隧道，逼一下 Magic 只能往海外跑。布鲁斯空蓝的，布鲁斯交了一个闪现，还是被定住这一波了。哇，直接遭到 Sovereign 的击杀，还有没有办法对塔下的一个考拉动手？兵线有一点远，但是苏宁似乎在做尝试，先派幻风去把兵线清一清。这一个可以再打断，先打断烟雾弹，哦 W 都可以断了呀，对啊。走不了了，哎，感觉走不了了。下一加一，很开心。人头给谁？定没有定到，人头响的话，可能还是想给幻风。那应该就是拿枪拿了。上一局辛德拉没有发挥，一模一样的一个状况。看怎么单杀，也是 Q 的远程小兵，比一双人拉到破败吸口，再出上去平 A 直接走掉。然后我就会想开一把，对吧？就会想玩一把刀背，然后按哎。哎呦，哎呦，勾一下冰柱闪现，但是 Gemini 走过来拍了一下，是逼出了一个金身。八的反走大刀，大刀两个，看一下后续这波应该苏宁可以尝试追一下，但是马许也在调整自己一个阵型，状态不好的时候直接用大刀往回打，但是阿斌三个人过去，对方有个金身骗到阿斌了呀，这波感觉阿斌还是稍微年轻了一点，以外，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攻克苏宁的一个中段，好啦，有小文拼上了，勾这勾墙没有用啊，一寸勾墙，辛德拉赶紧过来帮忙推一个球，想要救一下，家里要给到一个大招保护了一下搜粉的鱼。这两 TP 本来是想要做一个反包夹吧，那只能说就是哎，刚才你威胁一个大招开主力，但好像没有用。阿兵可以一个 Q 直接 Q 远程兵上去单杀，哦，后面有狗熊的反蹲，那应该没事了。期待啊，我已经开始期待刀妹下一波操作，但他上去的时候遭到杰斯的反抗，马上就知道有狗熊在边上。闪现 Q 躲过了狗熊的一个大招，还是没有操作到，队友来了，他还在输出。哇，这波阿兵是顺利的超过了，操作起来了，一打二，这个局面我看过呀。你直接在塔下杀你的难度还是很高，而且说时迟那时快，就即使杰斯跟狗熊想要执行一个两人包夹，你看阿兵的这个操作。想拍是吧，闪现出去，然后一个 Q 直接冲进塔下，立刻闪现回来，救了阿兵一手，是的，敲了回来。哇，收完的赶到以后，守护者触发出来，杰姆奶也到第四脚没机会，再看第一视角再放送反步鞭尸，是喂，哇，他 W 应该是打了一下小兵，让他的 Q 可以直接两段，已经完全布置好了阵型，感觉还没有射箭了，射手这边小心。哦，直接上来单打巴德，一个大塔到了布鲁斯，打到了寒冰的位置，能够把寒冰给留下来吗？冲了进来，下的妖兵没有嘲讽到，但杰米娜已经大残血了。再一个火箭腰带把杰米娜大招给逼了过来，往后一跳，但是正面的手粉已经先倒下了。这一波开始狙击追逐，嘲讽两个，可以嘲讽两个以后，将这个mission 也给击倒。阿兵要冲了过来，但是这一波并没有冒进塔，被勾了一下，不过无所谓，血量还蛮多的。是，幻风追上来点了两枪，打赢了之后。可以继续吃第三条小龙，是布鲁斯知道自己的闪有闪现，所以这波其实有点卖的一个成分。然后但是看到了一个加里奥开始入狼图灯走到脸上，还是必须要交出一个闪现，上面闪过来吃到一个钩子，然后直接被 Q 娃连招空中没了，空中直接被米损的一个大招灌死。但是火力上面已经全面是苏宁的领先，后面完美谢幕，一枪一枪狙击弹打过来，马吉只能仓皇后在全场在逛，对吧？但马吉也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抱团，这边勾到了 Angel， 想开 Angel 这边有金身，什么时候开？哎，巴德大招大的不错，把 mission 给定了下来。但是后面布鲁斯接了上来 ，Angel 血量有点低，交出了一个金身，拖延一点时间。第二个勾勾了上来，手粉血量也有点低，被交了一个惩戒。但此时天阿兵来到战场了，阿兵他要杀死比赛人嘛，他吃了一个这个，哎呦，金身躲掉了一个洛德退战，而且汉龙这边也是交出了一个闪现，回头叫起了一个完美炫目。看一下考拉这个位置，先吃了两枪以后，最后一枪要扣一下压下来的位置。Angel 可以继续追击这一波苏宁 ，Angel 的速度蛮快的，哎。哎呦，这波泰坦在第一个位置，泰坦勾了上来，但是 Angel 打在前面 ，Angel 可以扛住，收粉点了一个果子下来以后，直接逼了上前，把布鲁斯先给击杀掉了，然后面再一个致命滑台定中，但是泰坦反身交出大招以后，劝退了一下下，收粉跟 PK 两个人短兵下街，但是 PK 瞬间倒下，收粉屹立不摇，是的，这一波，剩下一个米神和考拉好像也跑不掉了，两个都是残血，而且这反向跑怎么可能走得掉？直接杀掉这边米神，还要追。考拉这个位置，考拉想要送塔吗？送塔应该没有拖过这个算计，绝对是没有的。这要通过了，应该是他还想要尝试吗？不，他看起来似乎是已经停手了，停步了。杰米奶不能进来 ，Angel 把人给逼开，苏宁稳稳拿下大龙。对线的时候给的压力上面来讲，还是落后于苏宁。哎，后排吸口鼻霜拉到 Q 上来，想加里奥一个大招灌下来，有盾水银解掉之后还要追 mission， 两个 Q 上来去追 ，W A 哇，又 Q 的远程小兵，我的天哪，这个 Q C D 太快了，这装备起来了，个人秀了呀。
好帅。而且 Angel 这一把真的是，就这把如果说最秀奖给阿斌是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Angel 绝对是稳定输赢的那个顶梁柱，直接给了一个英雄登场，然后杜兰护盾，布鲁斯又被大住了。哇，这个结束要面对一个嘲讽 ，TK 交出闪现，仍然是被嘲到，直接死在珠宝松塔下，布鲁斯也已经倒地的情况下，这一波苏宁长驱直入，打出 Ace， 回头清理中塔，一个 W 减一下防御塔的伤害，还没有被防御塔打死。就最后你有看到 Sovereign 的那个他的霰弹枪终极爆弹是直接塞到了考拉的脸上，然后放下去，塞进嘴吃。就这一幕也可以让我们再次恭喜苏宁，这一幕就是在全职这场比赛苏宁的一个火力是直接压垮了马局。看完这场之后，对苏宁的信心指数又再次的上升。虽然 Jimmy 奶冲出来想要做负隅顽抗，但 Mission 已经被禁锢在水泉之内。苏宁击破基地，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哇，恭喜苏宁啊！这把。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刘航。首先我们要恭喜苏宁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是苏宁的上单选手阿斌，欢迎阿斌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苏宁的上单斌。欢迎斌啊，这一次是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哈。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这次的比赛也是阿斌第一次的世界赛之旅，你打到现在为止自己整体的一个感受怎么样？整体的感受还是比较紧张的吧，然后可能因为就是我们队友比较厉害，然后会鼓励我嘛，所以我现在感受就比较放松吧，到现在为止。啊，打的时候有点紧张，打完就比较放松。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做到第一次打世界赛就可以有这么出色、这么稳定的一个发挥和表现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努力比较，就是训练比较努力吧，然后比赛就大家就会就是。一直很团结嘛，然后打比赛的时候多沟通，然后我觉得就会打得很好。啊，平时训练很努力，而且跟队友之间非常的团结。那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比赛啊，今天啊你是在最后一手 counterway 拿到刀妹这个英雄，这也是这个英雄在这次世界赛的第一次的登场啊。为什么今天在最后一手 counterway 做这样的一个英雄上的选择？因为这个刀妹这个英雄我就玩的很多嘛，然后打杰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我今天就感觉自己很有自信嘛，所以我就选择。啊，很有自信啊！我其实也发现了，就是你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选择了鳄鱼和武器啊，其实可能拿战士型的英雄会比较多。那你担不担心自己战士型的英雄玩得这么好，后面会被其他队伍针对，比如说都给你搬光，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心？我的英雄，就我感觉我的英雄还是挺多的。然后就算他们就是会针对搬我的英雄的话，我感觉我还是有很多英雄可以拿出来。哦，英雄池很深啊，搬不完，即使来针对我也不怕。那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其实这局比赛20分钟左右的时候，下路那一波1打2的反杀非常非常的秀，当时那一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大家来讲讲吗？就当时玩到后面就可能有点上头了吧，然后就一直想操作，然后就莫名其妙就给他反杀，然后走了。好。啊，这就是不同哈，我们上头是送，阿斌上头是直接1打2可以反杀啊。的确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我们也再次恭喜阿斌和苏宁拿到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后面还有2场，好好休息，好好准备，期待你们后面更加精彩的发挥。那我们的赛后采访到此结束。